哈，这个叫吹落往生净土咒。我特别要讲这个咒，是因为传承给我这个咒的上师，那时候在印度，他也是噶玛也是我们自贡噶举的一个大活佛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个，是因为他要传承这个咒给我的时候，出现了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湛明寺还是在最庄严的彩虹，五条清清楚楚，浓得不得了，然后到前面的草地，因为他说他要传这个咒给我，那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个彩虹。所以那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要有信心。比拉哄嘎扎拉曼说哈，所有超市里面所有他们在吃的肉保证都往生净土。有这个信心啊，所以虽然我们吃素，我们还是会念这个咒，因为希望所有被吃掉的肉得到升天乃至去净土。跟我念是嗡阿比拉哄嘎扎拉曼说哈啊，这是文殊八字咒，在汉传的经典也有了。还有就是那个甘露水的话可以给小 baby 喝吗？就是把它泡了水以后放到奶啊或者是饮料里边啊，可以吗？我想没有分甘露水也好，大悲咒也好，药师咒也好，只要你有信心有悲心，什么都不会念，念个嗡都可以啊，因为嗡就是把不清净转为清净，叫嗡。就像我们汉人念南无，南无的意思，你再怎么伤害我，你都是阿弥陀佛，叫南无阿弥陀佛，转化的意思。所以，就算很多人都不会念，我都会教他们念嗡阿吽。为什么叫三字总持？总持一切，所有佛的身口意都透过这三个字。所以我们供花。供果都要念嗡阿吽，只是在藏传把嗡阿吽放在后面，中间奉半扎阿罗给，就是代表灯的意思，或是花，或是什么，那就是任何一个都不离开诸佛菩萨身口意的加持，然后让它转化一切。所以我想我们，你问我这些，你都知道，但是你信心不够，谢谢，那你就相信就好了。谢谢谢谢啊，知道了。好，所以你煮过的饭，你喝过的水，你走过的路。就像很多人说啊，师傅，我房子卖不出去，我就会说，在哪里啊？我们去看看。因为我们去了，他一定卖得出去了。然后呢，师傅，干脆你这边睡一晚，那你福报更大。啊，所以我想，就像很多居士买新车，来，师傅坐一下，啊，这下你福报大了。不是我有力量，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三宝，那三宝的力量就会加持这个房子、这个车子。这个病人，这个往生者一定会得到离苦。好，谢谢谢谢，我们就要回向了啊、哦！来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得三宝加持，相信三宝，发起慈悲。念佛度众生，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，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，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，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
加衣服。好了，我说美国人晃来晃去有意思吗？我说很痛苦啊，每个人都在看我们这些怪怪的人。但是佛陀叫我们这样做，包括我的师父说，你要穿着出家衣服到处给人看，这个看让别人看，这个人为什么要出家，这个人为什么理个光头，这个人为什么他在想什么。但是借这个机会，你要把你的思想行为产生的力量供养给对方，希望各位对方看到我们这个出家人而升起的一个累世的善根。像各位做过西班牙人，做过葡萄牙人，不然你不会回来。但是回来这边，要把这个西班牙、葡萄牙的人事物当作我们心中的人事物，希望他们能够就近，将来有机会听闻佛法。但是我们现在能做的是贡献我们的功德，各位不断的累积功德，把我们的功德带回来给这个家乡的家人供养，布施给他。我想路边任何一个人看到你跟你微笑一下，一定是你过去的亲人，看到你想跟你拍个照。世上一个有空性有悲心的人，上天堂下地狱对他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今天在一个这种古教堂一起来修行佛教的仪轨，那我想上帝更快乐，圣母玛利亚也快乐，也终身快乐，也我们把世间的善良爱都圆满了。我们外在的观光，开发智慧，开发慈悲，变成一种内在的观光，来征服这个自我的无明爱人，然后呢显现一种智慧的慈悲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